你好，我是正常美智化有限公司网络负责人。你们能够看到的是，我们工人正在加班加点的生产情况。那为了能够保障这次疫情的物资供应充足，我们工人也是牺牲了与家人团聚的时间。我们在期间承诺，我们所有的这个淘宝上的两家店铺都均没有涨价，啊，都是按照原价销售。淘宝上有很多的这个订单没有发出。那个这一点我们也想对所有的消费者说非常抱歉，因为我们现在的所有的口罩必须响应国家的号召，要支援武汉，支援那个国家应急储备中心，所以说你们的订单我们确实怠慢了。那一旦等国家这个疫情控制住，所有的这个警报解除了以后，那在淘宝上购买的这些订单我们将会按时的给消费者发出。希望你们能够